现在一切准备好，准备出发了。就是我有点困，然后车还要加一个油，我给自己煮了，一大杯咖啡。这样的话，希望开机场，开车去机场的路上不会太困吧。其实，我今天早上计划的是9点钟出门，但是早上就7点钟起床之后呢，就想要收拾收拾，然后准备出门这样子。我们那个地方伦敦雪下的特别特别的大，我就非常非常害怕，就是说会不会一路上都这样子？那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是车会堵得很厉害很厉害。所以呢，我就提前一个小时就离开家了。什么都没有，你们看我现在状态其实看起来特别差，所以我就在这个休息站休息一下，买一点吃的，买续一下咖啡，然后就是说给我脸上补一个妆，就是稍微画一点，盖一下我的黑眼圈，这样子。昨天晚上其实2点钟才睡觉，真是不是特别好。给 London 发了一个信息，告诉他就是我在 Woodstock 这个休息站，然后吃点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就开车过去机场。给你们讲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，就是说我就是刚刚在厕所想要化妆的时候，发现我忘记带眉笔了，然后呢我就带了一支眼线笔，所以我今天是用眼线笔画的眉毛。你可能觉得看起来有点怪，特别的黑，特别的粗的样子。其实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准备去机场免税店的时候去买一支那个眉笔。停车场，我把车刚停下来，现在在等那个 shuttle bus 来接我去机场。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酷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，就是飞机在你头顶上飞过。等一下来了飞机，我跟你们看一眼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，然后你就看有人进进出出的，然后再找停车位这样子。其实这个玩意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我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要按这个东西告诉别人。我在这里，然后来接我。I have no idea， 我真的是一个 noob， 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东玩意儿。但是我看好像下一个小亭子里面有人在等车，那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吧。我呢，飞机是下午2:30的，现在才11点，所以我还有3个多小时，就是完全来得及这样子。
这个 To Me 的袋子，这个是单肩包，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，我现在准备整理一下我的这个包，然后把我的东西放在这里面，因为这个包很轻，我自己的包很重。我现在就坐在这里面等飞机，在 Duty Free 买了一些东西了，但是 Duty Free 化妆品专柜的服务真的让我挺失望的。我当时就是说被你们种草了那个阿玛尼的小胖丁，想要买那个口红，所以我就想要去试一试啊，因为你们说它很火嘛，到处都断货，所以我也没有抱太大希望，我就想要过去试试。我就拿着那个颜色跟那个柜姐说，我说哎我可以，他是中国人哈，我就用中文跟他讲，我说哦我可以试试这个颜色吗，然后那柜姐就跟我说你试了也没用，我们又没有货。我当时就一下就觉得虽然你们没有货，但是我应该也是可以试试的吧，所以我就放下二话没有说我就走了。但是在那个 Tumi 专柜他们的人服务还是蛮好的，就买了 Tumi 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每次走多伦多机场的时候都会买 Tumi 他们家的一些就是 travel 用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老了，还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之后，我好像对那些大品牌啊什么之类，我对品牌已经不在乎了，对东西的实用性好像特别特别的注重。我现在呢就是没有事情干，我的飞机是在2:30起飞，现在是时间1:32，就是还有一个小时，它一般提前一个小时，现在已经快开始登机了，因为机票写的是1:35登机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在这里等着喽。我的登机口在73号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坐在77号，因为这里面可以看到根本就没有人。我要是去我的登机口那里面，就肯定是，挤满了人这样子，我就不想跟人家挤，所以我就在这里面等着就好，我觉得。然后顺便跟你们聊聊天啦，还有12个小时的飞机，我就回到祖国的怀抱了。In broad daylight, you're all just dancing.
Ukulele. We are the music makers, and we are the dreamers of